嗨，我们现在在札幌啦，李新洛第一次出国，北海道的札幌，小小孩坐飞机，哎，各位登机班机即将起飞，请个人安全带系妥，椅背调直，餐桌收好，并将尽量把完全打开。我们祝你们一个愉快的旅程。Dear passengers, to report to takeoff, passengers must be present, but sit back upright. The table still in the wheel should fully open. Enjoy your flight with us. We prepare to journey.带宝宝出来玩啊！对啊，很顺利，他很 OK， 很 OK 吗？在，他在飞机上都没有哭吗？一路睡到底。明明就有嗨两下，他有嗨，他就是睡觉睡得不舒服啊，他就嗨两声就又睡着。我们家去哪里？现在要去宜兰。好，我们现在要去找宜兰那边啊。札幌唯一的一间宜兰拉面，好，看到了，就在前面。哎，这里有肯德基呢，啊，怎么没有麦当劳？那我们现在去吃，你觉得如何？好，宜兰到了。我是这么想。好，新洛宝宝第一次吃宜兰哦。来，他可以吃一篮吗？哦，他不能吃一篮，第一次跟爸爸妈妈来吃一篮哦。好，一篮到了。他自己吃一个。好睡哦。几号？三个。两个。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助かりいたします。亲子旅游啦，啊，我们今天就带小宝宝出门的啦。啊，韩国人对不对？电视塔在哪里？有没有？那这里就可以拍了。哎，樱花啦，好多、哦，很多啊，樱花啊。我要跟你开讲。1000块这个可以啊。啊，居然买到最一端的。啊，这个很一样，它比较贵呢，150。那个老的。对了。
对啊，我觉得比较。那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我们今天要出发去动物园了啊、哦！哎，我们要去动物园了。李先生，要带你去看北极熊呢。你干嘛臭脸？他怎么脸这么臭啊？哦，吓了吓了吓了！哦，臭你脸臭你才会笑。他变得会讲话。哦，对啊。哎，快点快点，电车来了。这些车子我们还没有逛到呢。我就说我们已经哎，你看，来来来。哎，我追到了，追到电车了。好，在这里跟电车拍一张。这个好像做的有点问题的。干嘛脸这么臭？啊啊啊！你脸臭，说你脸臭就会笑了。多少？好像刚好。明天。超市快。现在买车票都驾轻就熟了哈。不以为。现在按按一按就可以了哦。哇，日本人呢？那你哄你呢？你这个日本人日文退步了。啊，对，三年没来日本了，我跟人家讲话都会卡词，太丢脸了。所以是不是要常来？什么时候可以去东京？什么时候要重返我们的家乡？你也要做纪念吗？不要，都可以啦。地表最强老爸，背了摄影包，又扛推车，又背小孩。啊，我怎么背得了？哦，是，是。今晚，你是已经很久了，你是已经很久了，我已经。2番ホームから宮野様行きが発車し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林心若的动物园初体验哦，我们现在在札幌的圆山动物园。他睡觉时间到了，跟自己昏倒了。对啊，他太累了。到底哪里累？他今天一整天都还没喝到水。ドアが閉まります。
地上です。ドアが開きます。改札階に参ります。哦，我们来爬山了。林心若，你赶快睡觉，等一下就可以看老虎了。小老虎看大老虎，那就让他起来啊。等一下啦，先让他躺一下。北海道神社在这里啊。为什么要让他躺一下？啊，等一下才能给他看呐、啊。等一下我要用背的呢。干嘛用背的？啊，哦，不用哦。对，啊，可以了。那起床了吗？啊，那个盖子可以打开了啊，给他看树啊。走一点路就哀哀叫。很累。然后走慢一点啦、啊，啊，你不是想要运动，你来这里就是要走路的。好辛苦，好辛苦。对啊，看起来就是幼稚园啊。有啊。有啊，他跟你说你好啊。对啊。哦，哎，哦，为母则强。哦。爬坡，爬坡，哇！运动，运动，运动有益健康。走了。不咋地的。嗨。对啊，他们都说他在睡觉呢。厕所？那有厕所。哎，我们要去看北极熊了，李心诺，我爸带你去看北极熊。开心了呢，起床了，开心了，啊，这么开心啊！你是乌鸦 ，elephant， 大象，那个回来的，先去看北极熊，趁他醒着，快点。哦，黑熊啊，哎，来看熊啊。这里，哎，你现在你看熊，好可爱啊，很像 QQ 有没有？它看得到吗？有没有？哎，有看到。看得到吗？都有在看啊。QQ QQ。它怎么只有一只而已？就很孤单哎。我帮你量尺寸。两三只啊。老板先给他喝，来。Thank you.
欸、他在笑呢，他好开心哦、喔。啊，看这里，你知道来动物园开不开心？大象今天没有放出来了，那大象在睡觉吧？啊，里面好像可以看大象睡觉的地方。十度，现在十度。哦，圆山动物园，拜拜。十一度了，四点半休园，我们快四点才走。快玩不是在吃东西。串烧呢？哎，那我们晚餐吃这个就够了啊。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啊 ，Go。我在家了，这么聪明，然后走。对啊，对对对，我们要先在这里脱衣服。哎，刚好。哎，开心啊！啊，马上到星光三月，密室多喜。啊，我们来跟路面电车合个影。啊，行行啊。在札幌北海道，知道吗？今天要走了吗？出发，出发。是那里啦，那有内外层，你就先去用咖啡啊。你去用啊，等一下出去再穿就好了。好，走走走。没有吧？是这一间吧？没有啊，我们那时候去找他，英文也很好。嗯。啊，那是韩馆。那因为这里比较多外国人，台湾人，台湾人，台湾人。他好会讲英文哦。这是我们住的饭店，东极大通。好，我们现在要去福地堂。那边好冷哦。太冷了啦。啊，我有带那个连身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转角就是福地台。这是这个。那个听说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啦。啊，那里也有樱花呢。
电锅啦。那妈妈电锅开的怎么样？不能买。啊，妈妈不能买电锅，那心情不好。妈妈都没有带脑。上厕所。你好我我们现在在撒谎，前往大同的地下街。来，你镜头跟镜头挥个手。嗨，你好，我是十个月的宝宝，我叫林心若。我今天来北海道玩了哈。是撒谎。好，我来撒谎玩了。在唱歌啊！啊，快五点了。哦，饭店到了，看到了没？你就觉得我妈妈都讲不通了，还要吃？你讲不通。哦对啊，他是不是以为我听得懂？我也觉得是，他认人。我只会讲一点点，然后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已经表现出我的疑惑了。等到他就换跟我讲，我也听不回家了啊！我香香的。对，然后就是会喷香。我觉得是。哎，我们要去机场啦！已经到，要回家啦，回去要乖乖啊。听到了没有啊？听到，哎，他说听到，这么厉害。我们现在在新千岁机场，这里是新的国际线，我们九年前来的是旧的。好，这里新的国际线用的还不错。就是它厕所是很新很大间。哦，厕所不止大间，超级方便的。啊，妈妈这次表现很好，爸爸也表现很好。妈妈都没有慌张，都没有乱笑，都没有一直叫别人做事，什么都没有做啊！我就说你的好话也不对。还有在忙吗？我们要去换尿布了。我刚才就进来装水了。这么大，他会看镜头的。我们要回家了啊，林心若。十个月宝宝第一次出国结束。
这样